边是梁燕的工作室，梁燕工作室呢，非常的，布置的非常的原始素，非常的这个清爽干净的东西，而且呢，也是大家的家庭。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回到这边来做健康啊，做运动啊，做一个新年，我们7年一次，还没开始吧？每7年做一个新年的这个中国春晚的节目，我们都在这边排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预习一下，怎么样可以打响第一炮，就是打响第一炮，就是把健康衣食住行，就是说讲到老百姓最关心的衣食住行，是吧？衣食住行，怎么样可以把衣食住行这些问题体现出来？3、2、1，嗨，大家好，嗨，大家好。大家好，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今天特别开心，非常轻松的一个下午的时光，非常美好。这个地点呢，是我们新西兰著名的金融保险师梁燕的办公室，在他的 workshop。他的这个办公室非常温馨、干净，而且设计非常前卫。今天我们又特别轻松邀请到了新西兰中医学院的院长李蔷薇教授，欢迎李教授。大家好，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都是老朋友，特别是在奥克兰，我们来到这边将近快30年了。对，所以呢，新老朋友一起见面。而且今天是12月1号，是最后一个月了。对呀，是不是？对，是的。李教授不仅是他还是我们中国第五代世家的唯一一个传人，非常，今天真的非常有幸。另外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武术界的大师樊会长，欢迎樊会长。谢谢大家，谈谈。今天我们实际上是非常轻松的一些话题，主要谈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如何在现在特别特殊的疫情环境下，尤其又出现新的变种病毒的条件下，提高所有朋友的免疫力，主要是针对这些话题，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家庭更幸福。对，你觉得谁先讲呢？我们那这几位，当然是教授先来了。雷教授给我们分享了，梁燕是这个金融和这个保险这方面的这个翘首，行业翘首。那么 Casey 呢，是我在泰拉格地产公司工作。对，我们每一位呢，虽然工作都不一样，但是呢，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怎么样健康、健康、快乐，然后生活平安。所以在这边呢，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如何提升你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免疫力。这个话题很广泛、很长，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3个字。第一个就是食住。然后就是运动，食是什么？住你的环境，运动啊，食住运动。然后从食开始呢，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样。病从口部，这个病毒也是从鼻腔、口腔进来，我们怎么防御？食住呢，就是说你的环境，环境呢分3个部分，一个是大环境。就是你抽到每个 shopping mall，你去 shopping，你去做什么啊？那么你是出外的一个大环境。好，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家庭的环境。第三个部分是你个人的环境，这是住。然后行呢，也就是运动，运动用哪种运动方法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那么运动的问题呢，我就交给樊老师。等一下啊，然后关于。保险关于安全的问题呢，我也要交给我们的梁经理。然后呢，住什么样好房子呢？我要交给
可以写经历。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话题提出来。那么先呢，我来完成这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关于病从口入，怎么样预防病毒，怎么样防治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同时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不停的在跟大家说这种方法，那种方法，那种方法，洗手，戴口罩，这个空气环境距离，社区距离等等，这些都有。但是呢，重要的一条，重点就是现在新的病毒是怎么样去对付他们，教你一招，好不好？好啊，那我们想知道啊，对呀、啊，是啊，我们是听说有新的病毒来了呀。佳叔，你说的太好了，赶紧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是，而且病毒就不同的变种，从最初的，现在又变成了新的变种毒叫，如果没记错叫奥密克戎，所以说奥密克戎呢，它这种病毒呢，我要介绍啊，奥密克戎呢，它的英文拼音是Omicron， Omicron 啊，这种病毒它是南非过来的，它是在之前的这个病毒基础上，然后转变，它是一代一代的转变。病毒就是跟我们这个运动员准备去百米长跑，那大家百米长跑，哨笛吹，咻，大家开始起跑了，那病毒也是，他们也在竞争，哪一种病毒它发展越快，毒性越强，它的竞争越大。最后这个病毒就是 Omicron， 它呢是最厉害的，它就胜出来了，跑得最快，它跑得最快，它现在传播率非常大，大家不敢相信啊！这是全球，为什么好多国家现在把机场都封了，是吧？好多国家把机场封了。那我们从12月3号开始，就是星期五啊，大家记住星期五啊。本周星期五，我们就开始新的红绿灯。是的，对，新的红绿灯呢，大家注意哈，一定要有你的 license， 你才能够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办公室，我们都有我们的 state card 啊，都有打完两针以后 state card 啊，我们才进来。不然的话，你银行去不了，消费去不了，你每个地方都去不了的。是的，理发也去不了。是的，你想喝咖啡也去不了。像剪头发去不了，那么我们封城到现在呢，107天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那么这么长的封城期间呢，很多朋友跟我说啊 ，crazy， 你知道吗？就是 bosses， 就是很低调，然后又很 crazy， 然后小孩子不能上学，一家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好多问题都出现，怎么样解决？分三个部分跟你讲，第一个大环境的注意，第二个你的小环境，也就是你的室内的注意，第三个个人注意。我从第三个来开始讲，个人注意，怎么样注意？大家记住哈，这个病毒从呼吸道，所以呼吸道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 cover， 你的 cover。很多人戴了口罩上面有洞，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戴完口罩，粘口罩，你怎么处理啊？你是还放回包包里，把病毒带回去了。所以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非常清楚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呢，就是奥克兰中医院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防御包。防御包呢，里面就有我们的这个口罩，有我们的口罩，然后呢，也有我们的这个这一代针对这一代新病毒的中药，这个中药是防护中药，就是这个中药，还蛮年轻的，我们很香的。哇，对，今天我们大贵人好幸运啊！大贵人每天都有一包，然后呢，再就是我们有一个驱氧滴，驱氧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哈，你在查的时候啊，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这个血氧仪哈，就是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查，你不需要去放在手上就可以。对，直接点一下你就可以。这个呢，大家看一看哈。所以我们奥克兰中医院呢，这些东西都给你提供。对，我们奥克兰。太好了！哎呦，我今天来的朋友好幸运，好贴心啊！我们一
切，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呢，都会哦，都是关关关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给客人都提供这个中医药茶，这次防御的整个过程中，中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记住啊，什么都不是万能的呀，你就喝了再好的茶，你没有注意这个社区防护啊，那是个人哈，就是我们有这个防御包哈，这个防御包给大家提供啊，有这些内容。另外呢，就是说你个人，你一定要注意到你的身体、你的含氧率、你的身体的这个有氧运动，在这样的状况下，你才能够提升你的抵抗力。对，那么我们也提倡大家有食疗，我们下一波我们会给大家非常好的食疗的这个药膳。太好了，真的吗？真的吗？你们要空着肚子来哦，不要来了。真的，对，空着肚子来可以一起来品尝，然后看我们怎么做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一个很好的运动疗法。等一下我要那个黄会长给大家看一看。再一个，从社区环境，就是从个人和家里。家里面呢，一定要注意哈，角角落落要断舍离，所有的空间要腾出来，你不要把瓶瓶罐罐留在家里以后，占很多空间，然后你没有办法清理。你是要你保持空气流通，我每个病人进来，窗门都打开，全部空气流通。断舍离，我们生活一定要用断舍离。越是年纪大的人，每三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对，断舍离，你看，只要断舍离，大家就会容光焕发，是吧？就是会有很多的垃圾，包括心理、生理和这个心理、生理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清爽、干净、清爽的环境。所以这次大的病毒其实是给每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提示，也就是说，你很多沉淀的东西。你一定要，特别是身上的慢性病，有慢性疾病的人，这一次是最容易受感染。所以说有一些基础的对，有上打疫苗都会遇到很严重。对，所以说运动有多么重要。现在呢，我就跟大家说呢，不行呢，在这个我这个就是怎么样运动疗法，我们每周二的晚上6:30。有当备用的课程，有网上的，也有实体的。对，我现在想请樊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樊老师已经70多岁了，70了吗？可以问男生了呀，是吧？我问一下，70来岁，你是怎么样可以让你？你看这个手，你看我们大家，你看翻翻手，你看我是这个。当的，然后我又是骨科专家，你看这个手我都搬不过他。哎呦！你看你们两个人在话下了，那我不敢了，我快小手都让他捏了。好，那我看这边去。啊，谢谢，今天那个李教授给我这个机会，我正好呢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下那个如何那个养生。其实我呢，小的时候啊，身体并不好。小学2年级休学了一年，因为休学呢，我的父亲呢带着我呢去到我们天，我是天津人啊，我到那个河边呢去练武术、练太极，结果认识了这个武术的教练，把我呢引进到天津啊这个体校这个武术训练班。那后来长大之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撂下了一段时间。从60岁我就开始拾起来了。那么给我这个一生呢，这个我感觉啊，最有收获的就是从小的练这个武术，练这个太极，对我的一生都有益。首先来讲，这个反应能力要快一些，还有呢。出手的动作，比如讲我们打篮球啊，打乒乓球啊，有些人呢可能姿势很僵硬，但是我们呢练过武术、练过太极的人呢，出去以后动作就比较熟。啊，还有一个呢，还做一个动作，你看你先做一个动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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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起势的动作啊。这个起势动作呢，大家认为都很简单，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的要素啊。一个呢，首先来讲，要深呼吸，吐气之后气沉到丹田。只有百会呢上体，他全身呢要放松啊。那个练太极呢，首先来讲啊，是另外我们要分什么内下功和外下功，外加功就是啊，锻炼的是筋骨皮啊，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下功呢，就是用内啊，利用我们的气息的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呢，首先要讲什么呼吸。那么练太极要把呼吸带上啊，所以这样来讲呢，大家才能够把这个身体呢保健好。当然了，有些老年人呢，可能呢掌握的药不是那么多啊，活动活动手脚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呢，这个在练习的时候呢，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身体放松。像我吧，这个现在还在学，在深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觉得。怎么就说用他这个内脏来去运转啊，就是去运动，把那个，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外，但是我内体呢能运动的感觉不一样，还有喝一些酒，晚上呢喝一些红酒啊，做点保健啊，对大家。下一次如果有事，红酒呢，这个是百喜酒，这是一个百年，晋南百年，这是总理推荐的那款。啊，这是我呢做团队组装的中国的独家代理、oh. 啊，中国的，大家呢在国内有需要的人呢，这一款，这线上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抽奖哦，对不对？啊，樊老师给送人呢，谢谢哦、送人酒啊，对呀、啊，这样有点请抽奖，对呀、啊，还有还有红的啊，白的，长城白的呢，西南呢，有两股是最出名。一个是长相思，一个是黑皮诺。那么长相思呢，现在已经定为新西兰已经定位为是全世界长相思的一个代表，就是说这个代表这个口味，长相思的口味是全世界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黑皮诺呢，这款酒呢，它就是因为在这个国际的品酒大会上啊，都是盲品，盲品的时候呢，这个评审大师，这个酒非常好，是不是法国波尔多的？结果呢，揭牌是新西兰的，所以新西兰的黑皮诺出名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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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今天让我比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个蓝雀尾的动作哈。好，谢谢。帮助你提升肺部的呼吸，我们肺部的呼吸就发挥放松你大脑皮层，也是脑松果体，提升你的这个中区神经的这个能量，然后你的大人的大下丘脑的脑垂体和它的内分泌系统、胸腺、肾上腺素、性腺和大脑皮层全部提升，也就是提升你的多巴胺。那人体的多巴胺，在他很高兴的时候，也就是练过太极很 relax 的时候，他的身体能量场就会强，他就会提升他的免疫抗体。所以你做一下啊，不勉强你了。实际上，我跟李教授已经学了三节课，我把这三节课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啊，谁要笑的话，可笑。首先把内气沉丹田，小气的，是好学生吗？然后，双脚和肩同宽，
这是和气功的中功。好，下面。哇，厉害哦！好。谢老师，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个浊气吐出去？对，我好，我看有没有香的。动作的旋转要靠腰的力量给它带动，然后气要先吸再出，它气还没吸进来，然后就出，所以它会气短，所以慢慢再上。还有好多掌声。哎，上次呢，我看您那个教大家那个合气功啊，哎，非常，我看了之后非常受益。我希望呢，您能够传授给我们大家啊，而且这是是我爸爸亲自教，是啊，而且呢，我还想跟您学秘术，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人呢啊，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呢，一定要啊注意这个，他从饮食方面讲要注意，是吧？刚才讲的食住行动啊，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光吃，有时候呢，这个内在的垃圾。所以呢，这个闭口也要老实的来指导。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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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严格来讲，内气功，刚才樊大师说了，我们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气功呢，实际上是功夫的上层功法，是动和息相融，以形导气，以意用力，以意练去用力，然后形随意走。眼睛有时候练的时候，你不要睁开眼睛，就闭着眼睛，慢慢的能一手丹田。我们刚才呢，就是大家讲的，对，大家讲的，其实梁燕跟我练的比较长时间，梁燕练的比较长时间，她就是身体就非常的结实，非常的好，而且她的现在呢，做的这个帮助大家就是保险，还有金融顾问这些方面啊，她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好的信息。所以在这边我们也都是说来到这个地方坐下来觉得是一个吉祥之地，所以大家讲起来也都很开心。是啊，是。所以你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干嘛呢？好啊。为什么可以吃这么健康呢？是啊是啊，谢谢教授哈。刚刚我们分享了武术，分享了力学，那么从我这个保险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我是受益者啊，一个是武术的受益者，一个是力学的受益者。嗯，是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残疾过哈，所以说在你最难的时候，保险给的是金钱，让我有足够的钱去看病治病，然后呢，足够的钱付每天的生活费用，足够的钱去付我的贷款。在最难的时候，光有这些可能就是一个经济基础，对吧？保险付出去的时候，让我不用再忧虑。不用再为这个经济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我就会寻找很多康复的方法。所以说，李教授的这个五脏太极是我真正是练出来的五年的时间哈，从一个进修五年了。对，你才经过真是不太像自行车，不太健康，不但能走路了，现在脸比白里透红，非常漂亮，健康啊，辛苦辛苦。对，这些都我知道，李教授救了很多的人。是的，是的，他是累死的，是应该的。您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被人表扬，我们在会心在你的啊！我们刚才表演也表演了，把我们介绍也都介绍卖了，把我们都卖了。哦，真的，这次人家不上了，我好胜啊！是吧？是的，是的啊。那今天衣食住行现在到住了。那我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康拉登公司的 Helen， 他已经在线上了，他在 Zoom 上为大家直播。Helen， 你在线上吗？然后同声翻译的是我们公司的 Ina， 他会为大家介绍，尤其这次西南政府的大设计，因为他是一个持牌的运营顾问，也是我们康拉登地产公司的顾问，所以请 Helen 上线。其实他的准备一下，有上线会告诉你说。但是我觉得上次那个梁燕，我采访了一次，上次在采访就来到他的书里，他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个人
金融保险的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但是梁燕不仅对于个人，对一些民营企业组甚至一些上市公司，他有非常好的成绩。我希望大家正好可以分享什么。哇，这个是我的绝活我正常把这个活都挖掘出来，它是从早到晚嘛，会提问题，是一个因为还出问题，这也很难搞。对哈、啊，其实是他的小企业非常非常多。小企业真的在面哎或者生病的时候，怎么样救这个企业？对，救企业，怎么救企业的员工？对，给老板那个解忧。对，给老板解忧。对呀、啊，因为人是生财工具、一个企业要想活下去，你能留住人，这个企业就没有问题，对吧？新西兰现在缺人缺美，所以保险的功能就是在意外或者生病的时候，我帮你把这个责任解除，或者我给你钱，让你去请新的。太好了，这一对于企业主和老板，甚至对我们康拉德的老板都很重要。你要不要详细介绍一下？好啊，那介绍一下就举案例说明吧。对，我们华人做建筑业的特别多，做建筑的建筑业现在，所以建筑业现在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比如说工人在现场。对呀、算是一些摔下来了。对，摔下来了。像我一种朋友在那个，他是开车行的，他在雇一个当地的人呢，结果呢，他站在那个卡车上呢，就铲车升起来之后上房子，一下掉下来，摔翻了，摔死了。哎呦，他呢赔的整个倾家荡产啊，就是老板直接说。老板啊，啊，那有没有方法呢？但是这个主要就保险这块他们有上啊。对啊，那个梁燕怎么给解决一下这种案例？你要找咨询师，咨询师我就是根据这个企业的风险各自的缺口，保证几个 event 给你配比，好让老板意识到如果员工出险的话，这个缺口怎么办？好，这个家怎么办？这个企业怎么办？你的员工怎么办？尤其是护士，好怎么办？我们做事情。哦，这样看来我们是一条龙啊！是啊，先要预防疾病，要教大家把身体练好。接下来呢，发生的疾病我们就来做治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找到这个经理做好保险。而你做好规划、做好保险，要找好的房子。那怎么样呢？什么房子好呢？那可能也要找到。哦，还能请问还能上线吗？可以了。那有请 Helen、Ina， 我们在现场，你在线上，可以打我的电话0275438888，或者说没有在的话，直接就电话讲就行。再讲一遍。0275437888。0275437888，再报好吗？是的，谢谢哈，可以直接打进来。我们的 Helen， 我们也可以留点时间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每一分钟都是安排好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共同探讨生命的奥秘，共同探讨怎么样获得平安、健康和预防，防患于未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叫“未曾登舟，先安落水”。还没有上这张船以前，我们先要说，万一我掉下船怎么办？是吧？这是老祖宗教我们的一句话，所以大家能够怎么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家人、环境、朋友和社会。接着跟海伦讲了，海伦，好，海伦，海伦上线了吗？你好，海伦，你好。Hi, Helen. You can start. Yes, keep talking. Yeah,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Can you hear me okay? Yes. Great. Well,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Helen Strange, and I'm a licensed immigration advisor. Would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Kathy for inviting me to talk to you today. It's lovely to meet you, even if it's just online.
大家下午好，我叫 Helen Strange， 我是一名持牌公民，一名顾问。感谢Cathy 今天邀请我和你们聊天，即使在线，我也很高兴能认识你们。So together with my sister, I'm the owner of New Zealand Visa Connections. We're an immigration consultancy based in Auckland. Today, I'll give you a brief update on the new residence category that was announced by Immigration New Zealand a few months ago. 我和我姐姐一起是新西兰签证公司老板。我这是一家位于 Auckland 移民咨询公司。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新西兰。这个前几个月宣布的新居类类别的签证。So the 2021 resident visa is a new residence category that was announced on the 30th of September. And it's been developed to reward migrants who have been working in New Zealand throughout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1年是居民签证是9月30日宣布的一个新的居类签证，大概发的是为了激励在 COVID 期间一直在新西兰工作的移民。So most of the other residence pathways available to skilled workers have been closed or on pause for many months. So this new residence visa is a real lifeline to thousands of migrant workers in New Zealand. 大多数的这个签证工人是用其他的居留途径已关闭的或者这个暂停数月，因此这个新的签证是书签为工作的声明线。So as immigration professionals, we know how much New Zealand employers rely on migrants to support their business and their industries. And we're thrilled that this new residence visa is available to so many people. 作为移民专家的人士，我们知道新西兰雇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个移民人员来支持他们的行业和企业。我们很高兴这些人现在可以获得这种居留签证。So approximately 110,000 migrants are eligible, and they can include their family members as well. That's their partners, wives or husbands, and their children. 大约有11多万名移民符合这个资格，他们可以包括就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比如说伴侣啊、妻子、丈夫、孩子都可以。So the visa has got two phases. Phase one opened today, and it's limited to people who already have particular types of residence applications submitted. 这个签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今天上，仅限于今天提交了这个类型的居留申请的人，预计所有申请的这个会在2022年2月底之前都会处理完毕。So it's expected that all of the applications that can start from today will be processed by the end of February. Phase two opens on the 1st of March 2022, and that's for all other eligible candidates. The closing date for all applications for this visa pathway is the 31st of July 2022.第二阶段是在2022年3月1号开放，使用所有符合其他的这个受雇人选，所有的申请截止日为2022年7月31日。So,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visa, you must, first of all, have been in New Zealand on the 29th of September 2021, and...have been on an eligible work visa on that date, or have an application for one of those eligible work visas submitted that is pending and is later approved.
如果想获取这个签证，有几个资格，就是第一，你必须2022年9月29日你必须在新西兰；第二，2021年9月29日你必须有符合条件的工作签证，或者2021年9月29日提交符合条件的签证申请，后来获得这个批准。并且必须在2021年9月29日申请，只满足三个标准之一。So as well as those criteria, you must also meet one of three criteria on the 29th of September and also on the date you apply. And those three criteria are settled, skilled, or scarce. 你必须在2021年9月29日申请之日满足三个标准之一。第一个标准是已经定居，第二个是技能工作签，还有第三个是稀缺性。So if we look at settled first, you must have arrived in New Zealand on or before the 29th of September 2018 and have spent a minimum of 821 days in New Zealand between the 29th of September 2018 and the 29th of September 2021.定居这个就是你必须在2018年9月29日之前到达新西兰，并且在2018年9月9日到2021年9月29日必须在新西兰至少过821天。And the second criteria is the skilled criteria. Now for this one.You must be paid at least $27 per hour on the 29th of September 2021. And your job must be a genuine job, full time. And that means for an average of at least 30 hours per week. 这个技能这个签证就是你必须在2021年9月9日之前获得每小时27纽币或者更多的这个工资。另外就是你的工作必须每周平均至少30个小时全职的工作。And the last criteria is the scarce criteria. And for this one, you must work in a full-time job that's on one of the scarce lists. And there's four different lists. There's the long-term skill shortage list, jobs that require occupational registration,personal carer and other critical health workers, and primary sector jobs. 这个稀缺包含就是你必须有一份稀缺性名单从失业全职的工作，这就是比如说长期的这个技能短缺名单上的工作，或者需要在卫生或者教育部进行职业的注册的工作。或者个人护理员或者其他的卫生工作者特定的初级的部门工作。So whilst this residence visa is much simpler than many other residence categories, it's still very important that applicants provide the right paperwork and documentation to avoid mistakes. Residence has a much higher standard for documentation than for other applications.虽然这种居留签证必须许多年和其他的这个居留类别的简单，但是申请人提供的正确这个文书工作并避免错误仍然非常重要。与其他的这个用程序的相比 ，residence 这个 visa 具有更高的文单标准。So by March 2023, there could be approximately 165,000 new residents approved through this pathway, and that's including the partners and children. This means more residents who are able to purchase property, to attend education as domestic students, and able to access the full healthcare system of New Zealand.
They'll also be able to move jobs without the restrictions of work visas. Now, 2023年三月，可能有大概通过这种途径批准了165000名新居民，包括这个伴侣和孩子。这意味着更多的居民能够购买房产，作为国内学生接受国内的教育，获取新西兰的全面的医疗服务。还有就是还可以在这个不受工作的签证限制情况下，就是转移工作。So there's many more changes coming in the immigration field, in the next year. All work visas will change. There will be compulsory employer accreditation, and that starts around mid-2022. And the border openings, will see new MIQ and new visa requirements being released. Welcome to be in touch if you've got any questions or queries about today's presentation or about any immigration issues. Kathy has my contact details.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time. And Ina,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great translation. Thanks. So, 明年这个移民领域将发生更多的变化，所有工作签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强制性雇主认证将于年中开始，边境开放将发布的新的 MIQ 和这个签证要求。如果你在任何时间和移民有关的事情有任何的疑问，请和 Helen 联系。Kathy 有她的联系方式。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 Ina 的翻译。谢谢。今天非常短，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时候直接找我，我会给你们对接上，然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我是开心，现在工作在康拉德房产公司。感兴趣对去美好未来生活、幸福生活房子的都可以找我。然后今天呢，特别开心度过了一段非常轻松快乐的时光，也非常有幸能邀请到各位大咖来到现场。我觉得我来到新西兰真的很幸运。那我最后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对，还有那个家人老师朋友们，还有家人，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又保安又身体。对，好，需要这样的话找我啊，你看需要保守挂了我啊，测量出来了，好来，好，大家干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要把这个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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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